五角之石碑乾造一宫，坤造一中。各位写写石碑，请坐下。五角之豪，请坐下。尊敬师，阿妹，亚尼，各位所长，各位在前排的，大家下午好。下午好。非常感恩哦，安吸取的天尊书的，安作岁红烛，主尊书的对老太人的代言，安何老师的五代一心，一秀在这边旁边，阿妹，这里不这里。那你讲本书可能在国阿姆和他的套件很详细的机会，那当然或许也要学习诶，道根哦，南部一秀哈，一秀诶，姓郭诶名叫做老师，请你也好用，先去讲老师的情绪。那这条歌也流行，妈妈，请你也好用。那现在请着咱各位提醒哈。
咱会当去思考着讲，其实啦，济公慈父他本身对咱着遮个修习徒儿，拢非常的关心，非常的关怀啦吼。咱多一点几乎拢是做人的爸爸妈妈，那咱若想讲，只要拄着过年还是节日时阵，咱囡仔拢伫外口趁钱，是即个读册啦、上班。那如果今仔日无回来的话咧，咱会安怎？我伫咧问，啊定定遐看，啊定定遐等吼。所以讲，咱即个老师伊听咱遮个道理，特别像安尼，因为伊愿意把咱真正的修行这条路好好的修，好好的记住嘛吼。好，那讲的即句就是可怜的路。白头歌谣嘛吼，那当然就是所有的歌谣，伫个啊代表着讲，咱伫人生的道路上，白色的风调，可以一路啊吼，贯彻那天你的进度，天你的进度，所以必须要得去指引。那各位前贤兄弟，你给他的咱拄啊个陈讲师，伊整个感恩。讲的诶，这个题，整个专题，从现在收获真正足侪，特别伫一开始，甲咱讲着这个幽默，这个故事，真的是深深的互咱当去体会，来让别人感受。咱原本是咧修行，那因为就是这方便了，慢慢的从遐个方向，所以我有把握。啊，慢慢的迷失在这些名利恩爱来的，最高贝尔的，像咱上次主要都讲的，原本是要去度化迄个真的人，结果到后来了，家己煞做一个冤家，已经无袂记得以前所立的誓愿啦吼。那当然讲到一段破邪不是，因为好怕我表情做家己的简报。不好意思哦，我看一下。我最后学会了，然后谢谢，感恩谢谢。因为咱超连结，我也要想弄下这字好写。这才是我怕，因为我怕想讲买有一个做一个名片啊，你讲到尾啊，我是想讲咱是做啦吼。好，那当然遮就是要跟咱各位先生分享吼，咱再来回顾记忆一下，因为这段影片啊，内底嘛有咱今仔讲师一些图案内底哦。那当然，这拢是咱志工老师。伊来咱十元山三楼的大殿吼，遐甲咱天人的一班，甲咱遮个高龄特别开心哦。那伊往咱过去前边，那看，那回想吼，来了解了吼，了解咱志工老师对咱三楼嘛，嘿。Thank you.
相信伊我迄段影片当中啦吼，咱一定要对讲，咱志工老师甲咱讲，伊老人家足希望咱来当共共分担，因为只有分担，咱才能激发咱的灵性。就像咱或者是谈慈悲，咱来到等的话，就是伫咧充电。那当然，充这一块主要就是要互咱道气，咱聚集。再来嘞，就是要来到咱的厝，咱上班的场所、公司，伊遐要将咱话个体来带动出来。所以志工老师讲好啦，咱每一个作品都是一个动的道场。那遮是咧甲咱讲，当然啦，咱来到人世间，如果只是贪恋着遮个名利物乃的话，那后来对咱话自甘的自甘堕落，咱的自信的一个满意。那其实咱各位前世拢知讲，伫咱南海功夫吼，就是咱的咱的古佛啊，伊实现内底嘛，是闽南人讲嘛吼，讲咱的古话讲，伊曾经嘛是伫世间的人，那为虾米咧？伊今仔会当借着身躯来甲咱遮南洋修士绝缘，吼、哦，有即个古文内底有讲讲，然后是天人合一般，那就是讲咱的古佛借着遮三才身躯来甲咱开发的当下每一位孤儿每一个情形做一个慈悲训诫，然后那后来就甲咱讲哦。因为观世菩萨伊知影讲人世间真苦，啊伊嘛知影轮回嘛是足苦，所以讲伊知影讲咱生命有尽头的一天，最后一天嘛，当最后一口气落去的时阵，那这个身躯咱一定爱放下嘛。所以讲荣华富贵有享完的一天，那我伫个迄天了，我无得传。我的亲人，我找到我的财宝，所以讲，咱的古佛就开始修行，跳出着轮回，唔免着为着生、老、病、死、离、苦。各位前辈拢知影，观世菩萨伊是妙祖皇的第三种子，那当然嘞，伊妙祖的意思嘛是欲将这个皇位传予着妙善公主，但是咱妙善。妙善公主伊就是有超人的想法，咱之前听讲刚金夫妻要出世嘛，啊，因为之前想出世就是一个公主，是未来这个国家的继承人。好，各位浅浅在反思，那到现在我们在做包括后浅，咱是公主吗？不是，咱是公主吗？不是，咱只是一个。平凡普通的一个人，但是爱念咱的佛性，甲着仙佛菩萨的是完全都是一模一样。但是有讲哦，咱的佛性不满三千大千世界，问题点，咱要咱恢复着咱的本性，这嘛是咱要修行的重点啦吼。所以讲，一家嘛是甲咱教咱修行当中啊，一定爱看得出。然后嘞，你休息当中好好去做一个休息，然后那第二段就是跟咱讲，寂寞的月亮照着我的形影。咱拿以佛教来讲，月亮就是月亮嘛。那佛教的角度来讲啊，咱每一个人佛性就是月，月亮遐尔啊圆，遐尔啊光亮，遐尔啊柔嫩慈悲。其实这嘛是跟咱讲，咱修行就是要恢复像月亮光明圆满慈悲的本性。那阿弥陀佛的因披挂无含刚修传出心声，志工老师伫个月亮照着伊的形影了，伊所想的上就想着咱家的徒儿，伊希望咱家的徒儿会当借由这一次。得道、修道、换道，那阿弥陀佛的心声传到着人世间，希望会当传到咱人间，人间的道理，伊
也知影，此时有声是有声。首先，咱进入道场，因为咱的净善寺会点到，然后求道，叫我咱所有的经过者一直咱拄尊重戒了。咱伫个修行这条路啊，开启了光明的光亮。那当然，伫只修行当中，我嘛希望讲，坚持着咱原本的初心，好好的去走，好好的去行吼。像咱刚才都人讲诶，到后来咧，咱会当修得修着咱的心，办得办着咱的心。然后好发的功夫性的一大心量在心智，所以后来就有人讲心心相应，才会当向前行。因为每一个人上甲下都会当课程一致，拢知影咱的内涵是伊就是心当培练，吼、哦、啊，咱各位前行嘞，咱是在学习来获得，所以咱是心。当书面，那么火气的有些书面，所以叫做天时吼。两个是是天面，啊个是书面，所以讲咱都是办到修道，都是天时，要好好的去走这一条路。这条路行来了嘞，不止会当归土地，啊，我会当土地吼。所以讲，咱怎么讲，讲着咱志工。老师的持续，然后好，那接下来咱来唱个歌吼。